下午是七点左右，啊，经过报案了，竹崎乡桃园村温水溪上有一女的骑单车不慎摔了5公尺深的溪床，啊，因为午后身体的关系，那个怕那个溪水暴涨，啊，采用快速救援的方式，救助上岸。患者额头有撕裂伤，左手疑似有骨折，有9腰送医。